朝嘅 ET 个股推介啦，建议大家留意建设银行939。拣选原因系啦，中央近期积极推出措施去刺激内需，支持楼市，提振市场嘅信心，稳经济嘅目标明确，对银行业务咧有正面嘅影响。股份可以关注啦，高息、股值吸引嘅建设银行939。建行预测嘅息率咧接近10厘，系四大内银股当中最高，预测 PB 系0.34倍，四大行当中第二低。建行琴日收报咧4.31，逆市升咗0.5%。跑赢中国银行的冇升跌，同埋工行的跌0.5%。考虑到近期大市震荡，可以在4.2左右分住收集建行嘅。第一个目标睇8月初的高位4.57嘅，跌穿前浪底4蚊的水平就适宜减磅啦。